摇起来了，摇起来了啊！来来来来，我老表今天去逛胶着宠物市场啊，胶着狗日真不赖，环境好，底子光，这里的小狗真可爱。今天人依然非常多，好，铁子们跑进来看狗，摇起来了，摇起来了啊！来来来，比比，摇起来了啊！这云丝电木，给阿拉斯加啊，看那家伙，你别看傻，上的还挺猛啊，这小家伙。把云子面目都给干怕了啊！这大哥又抱了一只熊版阿拉斯加啊！今天市场上全部都是好货，熊版的啊，红十字的，看那草本牛逼的很啊！太漂亮了，这小家伙估计有一二十斤啊！这是一只陨石边牧蓝陨石啊，那家伙长得非常好看，看到没有，七白三瞳，唯独耳朵有一点挂白没关系啊，看那大尾巴非常漂亮啊！咱们马上给粉丝开视频确认一下，看他习惯不习惯。到这儿先整一个陨石小边牧啊，非常漂亮，看到没有？北京的大哥看到了以后直接拿下，然后等一下约束者给他挂住，看见没有？非常漂亮啊！这是一只大海狼，看它大体型，哎呀，太漂亮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小家伙，这家伙你昨天晚上是不是翻车了？叫你五花大绑，嘿，愁眉苦脸的啊！摸一下了，摸一下，嘿。好狗好狗好狗，这是两只德国牧羊犬啊，应该是长毛的。来来来，小家伙愁眉苦脸的，这家伙耳朵还没有立起来啊，像那种狗的话两个月过后到三个月的时候就会自动立耳啊。来来来，这个头板可以啊，这上面这个家伙有点尖了。来来来来，阿舍泰迪，来来来来，这家伙小穿个小鞋非常可爱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来个正脸来，这个也是中公啊，这个是咱们的儿子哟，这家伙画小画手泰迪，这家伙看着还像个小灰人，这个可爱啊，这个体型非常小，非常可爱，鼻子非常的短，眼睛大啊，这个比那个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，应该属于微差体的，这种体型特别的小啊。又拿下一只画泰迪啊，擦北迪的灰耳的，非常漂亮，看到没有，体型非常小啊，现在只有八两重，然后一针一秒，湖北的粉丝相中了以后咱们直接给他拿下了，非常漂亮啊，看到没有啊，非常的活泼，看那家伙跑得还真挺快啊，小短腿，哈哈，这家伙真有意思啊，看到没有，体型非常的小小，这家伙太可爱了啊。这边是两只中华田园犬和两只五海犬啊，看那家五海五海的，非常精神啊。来来来来，老铁们有没有没有见过的？这个是正儿八经田园犬啊，像这五海多少钱一只？三千啊，三千，还不便宜呢，这小家伙，不过挺好看的啊。阿长也是第一次见这种五海犬，这田园犬嘞，一样价是吧？像这个五海犬多大嘞？两个多月，这个边牧长得不错啊，七白三通的小家伙，这个估计你很不老实，把你给拴起来了啊，七白三通的，来来来，来这个正脸，看这狗非常漂亮啊，来来来，望一下望一下，来，好狗好狗好狗，哟，这边有一窝西游这边牧啊，看一下非常漂亮，美女的你呢吗？你抱来我看看，叫它蓝色嘞，这狗有多大嘞？是啊，两个月多点，两个月多点，我靠，这狗漂亮啊，这骨架蓝色边牧稀有色啊，真肥，这骨架毛量确实漂亮啊，爪子多粗，这爪子也非常粗，这个是丁香色的吗？这个是，我靠，这我够牛逼啊，这我靠，真漂亮啊，全部是稀有色，你像那种蓝色边牧的话多少窝还不出一只呢啊，下集了下集了，再整一只蓝色稀有色边牧啊，非常漂亮，看到没有，阿长一眼就相中了，然后给大哥发过去以后，大哥也非常喜欢，咱们就直接给他拿下。稀有色蓝色边牧啊，非常的肥，双血统的，估计有十来斤了。看到没有，开脸非常好看啊！北京的大哥，看一下啊，农村宠物大集什么都有啊。这是卖鸡子的，小公鸡，这边两只应该是莱州红啊，莱州红。来来来来，小家伙，挺精神啊！这边是卖大鹅的，这家伙铁锅炖大鹅一定很香啊！来来来，这边是卖小鸭子的，这小鸭子还挺可爱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这家伙太小了啊！好，今天的狗市已经结束了啊！今天总共给老铁抓了六条精品，全部都精品。
可以说几个市场的好狗全部都能抓了啊。还是那句话，阿囊只抓精品，串跑乱永远不会抓。好，这期视频就更新到这里，有喜欢宠物狗的，有喜欢逛狗市的，给阿囊点个赞加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